就是说你没有，我们都是一毕业就结婚的吧？搞清楚，父亲不是一毕业就结婚的，对不对？你妈一毕业就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妈一毕业就结婚了，一离开我们这 group 就，对，离开结婚这 group 就要结婚了。那应该早点离开。没有，对啊，你要早点离开没有问题，你要毕业，你早点离开，你没有早点离开，你就永远都不会结婚的。那我要早点离开，我才能结婚。要赶快做，对，赶快做，赶快做。对，这都没有结婚了。为了要结婚，要赶快做。你们现在是都在楼上楼下了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五六七，五六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四五六，啊，四五六啊。都是。409509609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三个，对一下就设计好，设计好了，都可以进去。因为去年好像没有很多人可以进去嘛，都被挡了。对，你要去年偷偷把票进去。对，去年那个是去年是周涛生是不是？对，周涛生就站在门口，还请两个人啊，放心啦，你老师。他已经做成一笔生意了，高丽已经买了，高丽已经买了，又做那个什么。不过像我们同学会给他做一个广告的，对呀、啊，对的。广告差很多啊！我上次在那个那天在龙门吃饭的时候，我忘时间不够了，不然我也给他做一个广告，让他马上就发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给他做的广告效率大得很，哎，效率大得很。不过他主要想，因为是一定便宜的，他才会做得到生意。那换到北边那边去买，那人家还是有赚。他这个生意都是让他这卖这个便宜，他还是有赚。对，一定有赚，就是、不然他不会卖。对，多少的问题。赚少。对，做广告也不错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边像同学要买机票的话，就打个电话就打那个电话了。